感谢芙蓉生命团契特别的邀请本人来这里来证道。感谢主，因为我是第一次的在这里来分享，说很感恩为这个已经11年的教会历史的教会来献上感谢虽然是短短11年，但是我看见所涉及的事工非常的广如同我自己本身带领的教会也是这样，给我们本身的教会呢也是有做这个社会关怀工作，也有做缅甸的事工，也有做这个7979的全人关怀的配搭专门对着那些弱势家庭，还有一些我们有陪读班，也是对弱势家庭的这些孩子们来做辅助帮助监督的工作我本身呢在2008年的时候，在双溪大年也自己本身有开过老人院的事工，所以我感谢主看到这间教会懂得光，还有一些在座的一些的牧师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对这社会这一块的事工上有很大的负担，我想呢神会很大大的祝福对社区有关心的教会，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那么明天呢就是父亲节在座的我预早的来为所有的父亲们，给愿你们都能够在父亲节能够蒙恩蒙福 Amen。 那么2年前呢，我的父亲他过他的父亲节呢并不是很快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过父亲节的时候，也就是我母亲刚刚出殡不久，所以那一年的父亲节呢他并不是怎么的开心我可以从他的脸上呢看到他当时的面孔给我感到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眼前的这些父亲不拘言笑的严肃的一个面孔的这些父亲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在我们的面前掉过眼泪但是当母亲被扶救来出殡的时候，那一刻我看见我的父亲流下了自己眼泪。我的母亲跟我父亲的感情呢，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很美好的关系了，所以打从我中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不在家里住了，因为他们都常常吵架，常常都在因为一些的小事情而闹得不是很愉快，所以我父亲呢索性呢就不回家住了，他就去外面宁愿自己租一间屋子来住，跟别人住在一起收租，他觉得比在家里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还小，我只知道我的父亲跟我妈妈呢常常都吵架，不是为了金钱呢，就是为了莫名其妙的女人就是我母亲非常疑心嘛我父亲呢只要去外面垫一个头垫一个头发咖喱包还是卷头发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呢就会讲哎呀又去哪里给哪一个女人摸，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无中生有的啦，但是我就觉得当那一刻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母亲就等着中打了，因为从小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面，所以从小呢我的家呢是没有爱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从小呢都是家庭背景是道教的背景，所以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拜了这么多的神明，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庇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直到我又去参加了佛教的一贯道，我差一点就要成为那个道士了就是穿灰袍的就在那边做点传师，差一点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拘束，虽然他们很友善很有慈爱能够称兄能够道弟这样子，所以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当他要我们做一个宣誓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大舒服了，因为在这宣誓里面呢有讲到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背叛了
这一个所谓的一贯道啊，我将要什么被天打雷劈啊，所以我感觉到很害怕。后来我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很我们说好彩我就从那里出来了，去工作，然后的一段时间他不断的邀请回去，但是我仍然是没有回去啊，直到我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之后呢，我就发觉到我的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记得那一天那个点传师所讲的那一句话，如果我背叛了他们的一贯道呢，我就会有被天打雷劈的命运哦。所以下雨天的时候我不敢出门，我怕被天打雷劈。但是直到我从圣经里面呢，我看到有一段震撼的话语，就是耶稣呢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所以呢我不怕任何的事情，因为我有耶稣担当。所以我感谢主，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从来没有后悔我走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是一个不归的路，只能够前走，一直见主，不能够后退，不能够停顿，只能够不断地来告诉自己啊，既然我选择信耶稣，我就认认真真地走这一条路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呢一定是有起有落的，但是呢我们的焦点呢不是仰望在人的身上啊，不是仰望在所谓带领我们进来教会的那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仰望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因为他们所仰望的也就是我们所仰望，就是耶稣基督。给当人不在的时候，但是耶稣在，只要我们紧紧地跟从主，我们就会看见呢其实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精彩。所以自我的父亲他接受耶稣之后呢，我发现到一个改变。虽然我跟我父亲跟我妈妈的关系不大好，但是自我母亲被出殡的那一天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她有一些的很大的改变。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侍奉很多年，30年，等我全职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离开我自己的家乡了，不断的往这个霹雳州、北马、吉达州，然后去开荒教会，就一去呢就去了30年，所以呢有回的时候就是一年才回一次，所以非常想念家乡，也是非常想念父母亲，也不知道父母亲的感情如何。但是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有关于耶稣，所以我感谢主，不断的祷告之后，我父亲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接受了耶稣，那么他的生命改变是因为耶稣。虽然他不是很正面的承认很告诉我们他很爱耶稣，但是我从生命里面可以看得出他有一些的改变。他为着他过去对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这个负责任上，他感觉到有一些后悔。所以从那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他心里面那个巨人呢已经倒下了，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老我的巨人倒下了，重新站起来的是新的生命。他能够为着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流眼泪，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虽然他不愿在他孩子面前来掉眼泪，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何尝也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教会呢，当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流眼泪，对不对？哪怕是你战霸身材的人呢，你都难免一直眼泪不断地在流，乃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感动，因为耶稣的生命，他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看到许多的人因为改变被神来使用，走侍奉主的道路，甚至是被神大大的被差派，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的晚上的信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到我自己哦，因为如果我要分享信息给大家，我首先呢我必须要自己先感动，我没有感动我怎么让这个信息能够带出感动呢？但是呢感动你们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话语，感动你们的是上帝的灵，是圣灵在这里的工作。愿今天晚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父亲们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的回到生命的复兴里面，
我觉得生命的复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呢，生命不复兴，他就不能够继续的走信主的道路。所以这一段的信息，我愿一步一步的来带领，继续分享下去的时候，愿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牧师们，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的同得这样子的领受，造就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彼此弟兄姐妹们造就。我们来看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在旧约圣经，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今天的主题是还原生命里的复兴，让我们一起的来开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列王记下六章一到第七节，教会我们一起的来攻读。先知们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大大的动工，愿今天你的话语释放出去，带来医治，带来更新，带来改变，带来复兴。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在你面前，恭敬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深信，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主啊，你说你就要进来我们的心中，与我们一同的作息。愿在我们身上的疲惫，一切干扰的，一切属灵上的攻击，都要远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再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一颗一双的聆听的耳，能够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释放你的恩膏能力，充满我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给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呢，借着经文的记载，给以色列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当时呢，以利沙承受了他自己的师父以利亚他的恩膏。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去看，以利沙他被上帝接回天的时候呢，是活着的，而被主借着火车火马带到天上。在圣经里面，以利亚跟以利沙说，当我还未离去的时候，你要向我求什么？那么以利沙他说什么呢？他说，愿主你双倍的恩膏临到我的身上。请问他得到了吗？他得到了。所以如果你去看以利沙的神迹事迹哦，你会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真的如同以利亚所给他的恩膏双倍的。以利亚所行的恩膏是八次的神迹，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行了十六次的神迹。所以可以看到，当我们向神求恩膏的时候，神也一定会将这个恩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不管我们过去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每一天的来浇灌我们，每一天的来更新我们。就这个恩膏当中呢，带着更新，带着改变，带着医治。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都能够的来经历到这个属灵上的复兴。在座我们过去很经历到许多，
刚才我们大概和Dr. Guan、Dr. Esmond 牧师，我们都是过去牧养过教会的。我们过去所带领的教会，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仍然不断的在这个带领教会的里面当中呢，我们会经历到许多许多，其实所谓在教会里面的所讲的那个爱哦，爱呀，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呢，我们会发觉到，我们越爱的时候，反而会带来越多越多的伤害。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所讲的爱的时候呢，大家只是要求你要爱我，而不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而你要先爱我，你爱我，我才能够爱你。你不爱我，我怎么能够爱你？所以呢，在教会里面的爱呢，就会来到一种阶段，跟世上的那种爱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发现到呢，教会呢，好像慢慢慢慢呢，没有人想要踏进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外面呢，听到教会负面的话，都会听到他们所见到的基督徒都是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们所见到的是没有见证的基督徒，但是呢，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有见证的、爱主的、愿意服侍的，真的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只不过在他们生命当中呢，他们碰到的不是那一个真基督徒。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不仰望人？因为有可能你在仰望人的时候呢，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被绊倒了。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这个以利沙呢，他从他自己的以利亚的师父那里领受这个恩膏的时候，向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先知学校的老师呢，学生呢，就来告知以利沙，他说，现在我们的宿舍，我们所住的地方不够了，我们要多建了。所以呢，才会出现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一个去砍伐树木的那个学生啊，就不小心呢，就把斧头不小心就掉在水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斧头掉去水里面呢，其实那个是小事情来，对不对？可是对于这个非生活贫寒的先知学校的学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说，那个斧头是跟别人借来的。那个斧头呢，为什么他会感觉到非常害怕？他会为什么他会向以利沙去抱怨，求以利沙帮他，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把这个斧头从水里面给捞上来，类似是这样子了。如果以日常的生活来这样子讲的话，但是你想想看，有这个可能吗？掉在水里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里面有多深，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在神的里面呢，却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一个的斧头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斧头呢，在当时以色列的当时这个斧头是用铁而制成的，铁制的斧头呢，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一个贵重的器具，在当时来讲。但是这一个的先知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就是因为付不起，没有能力赔偿，心里面非常的挫折，所以希望呢，他的以利沙能够把这个的斧头给寻回来。所以我们想想看，斧头呢是门徒在砍伐树木不可缺少的工具，丢失了就代表什么呢？丢失了就代表工作不能够再继续了，不能够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何尝不是啊？一不小心，你就把那个谋生的，我就给他设了一个定义，就是生存下来的目标，或者是那个能力，不小心给丢失了。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生存下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失去了生活下来的目标、生活下来的能力的话，我们的生命呢，会慢慢慢慢逐渐的萎缩。然后呢，就了无生命的气息。从我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一点的是什么？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很好胜的一位男人。所以我在自小在这个家庭
长大的时候呢，我学习一样事情，我不要像我父亲那样，我不要让我以后的家庭会来到这一种光景，就是夫妻的关系不和，常常会有暴力。所以当我结婚了之后呢，我就非常非常很小心经营我这个婚姻，啊，非常经营我这个婚姻。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脑海里面，我从这个家庭里面出生，我就要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给经营下来。但是呢，我们知道人跟人相处是很不容易的，对吗？哪怕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夫妻，也有可能会来到有口角。但是呢，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一句话，我们可以吵架，我们可以打闹，我们可以意见不合，我们可能会感情上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日落以前要把这个关系给和好。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夫妻们，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婚姻关系上如何，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越努力来经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撒旦那恶者就会常常要透过各种各种的事情来攻击我们的家庭。所以在地上除了教会是我们的家以外，第二个家，我们第三个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和我们伴侣建立起来的家，我们最大的家就是我们的天家。所以在地上呢，上帝也透过他的话语要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用他的话语来经营我们的家，因为这个家是上帝也同样的看重。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面，不管你是属于男方或女方，如果今天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你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愿今天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夫妻们啊，重新的回到神话语里面来去看到底神要我们怎样的来组织我们的家庭，神要怎样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恢复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缺陷。因为我们一定在口角之后，一定在关系破裂啊，虽然不是很严重的那种，但是呢终会有一个结，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先开始来顺从谦卑服从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把这个家庭再一次的重建起来，复兴医治我们的家庭。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你对于婚姻啊，对于婚姻就没有带太多的盼望，你对于好像人与人相处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任何的动力，有可能你的斧头就是那一个掉在水里面的那个斧头，失去了这个目标，失去了那个能力。所以今天你的生命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已经丢失的这个斧头的生命？所以好消息的是什么呢？好消息的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呢他会帮助我们把那个不小心给丢失的斧头给寻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给我们看到以利沙只不过将一根的木头砍下来丢在这个水中，神迹发生的斧头竟然能够浮上来啊。或许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东西，不小心丢失的斧头，不小心丢失的生命，这一个的生命中所失去的这个东西已经沉到河里面了，沉到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事实了。对你来说不可能，这个斧头失去的不可能再寻回来了，不可能再浮上来的，不再有任何希望了。我想基督徒，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口唱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一切，我们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万事，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正的是对我们已经成为事实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成为伤害的需要被医治的，在过去还仍然纠结着我们心里面的，使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够继续往前的，我们还是不断的被拖累的。我们要怎样前进？有可能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复兴，我们也没有说可以觉得我们是被主来使用，因为我们生命有问题。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神，告诉耶稣，我的生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配得来侍奉神吗？我配得来走主的路吗？其实不管我们现在的心境是如何，撒旦给我们有怎样的谎言，但是我只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一件事情，这些的谎言不要多听，因为主没有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要定我们的罪，因为主告诉我们，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他就会将你的罪挪走，他要重新的借着你认罪的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医治了我们，更新我们，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的明天。所以哪怕一些事情已经成为事实，哪怕一些的事情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希望，然而今日我仍然相信神迹还是会出现的。 Amen。 不论生命中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神复活的大能能够叫他给扶起来，这个是我相信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从一开始信主一直到现在，没有一刻我没有把这个信念放在我的里面。当我第一天回应神要来侍奉主的时候，的确呢，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我不晓得在座的牧师们，你们也应该有这样子的挣扎，到底我要去全职侍奉神，还是继续在社会去拿了一个高薪的工作。 Dr. 光，我想你的在世上的俸禄也不会很少嘛，对吗？ Dr. 嘛。那么其他的牧师，我可能你们以前啊不知道，可能你们也是专业人士等等的，但是至少呢，我们在世上呢，我们有一些的工作，就我们的收入呢，的确会比当我们刚刚全职踏入教会服事的时候肯定是差了很多。但是当我们要踏进服事的时候呢，我面对了两件事情，我需要去做的两件事情，如果我不能够看到有什么改变的话，我就不能够踏出来服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不要先我以为我的感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的信息，一些的气氛，一些的我们的宣教的机会里面，我们也感觉到哇，神啊，我要出去，我要摆上我的生命，我就出去被祷告，对不对？然后我说我要委身给你，我要全职服侍你。可是当那个机会过后呢，当教会的牧师找你，哎，那天我看到你出去祷告啊，你说你要全职服侍是吗？我们教会缺乏全职同工，你要来服侍吗？他就马上告诉你，还不是时候，对不对？不，你那一天的祷告你不是流眼泪吗？我看到你哭得好像哭包一样，在那边跪下祷告，然后你说主啊使用我，但是为什么一下子就转变了？难道那个机会不是真正的感动你吗？所以我想呢，有时候那个气氛啊会影响到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要服侍主的那个动力，其实不是。我不要被我自己的这个我们的感觉感动，我真的要被神的灵来感动，我要有一个确据，我要求神给我一个确据。确据是什么？我跟神讲，如果神啊，你透过另外一个人啊，透过一个人，哪怕是哪一位牧师都好，他在台上有讲这句话，神感动我，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要全职服侍，但是呢你有很多挣扎，给、okay, 我就等这句话就好啊，这一个啦，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她的父亲刚回天家，她是天主教徒，她回天家，她的母亲呢就那时候是忧郁寡欢，很伤心很忧虑，她不能够吃，吞也不能够吃，睡也不能够睡，身体不断的消弱，不断的衰落下去。所以呢我们的太太呢就把她和她的哥哥哦，就是二哥接进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住。他的二哥呢是有精神上的一些问题的，他的母亲又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当时如果我说我回应呼召，那时候我记得那件事情就是神要呼召我离开我的九后，我是九后人，我离开九后要到霹雳州，当时人称那个地方金宝，这里有霹雳州金宝人吗？我怕得罪你们哈，先讲哈，因为人家说金宝啊，那一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啊。如果你去过金宝，你就大概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哈、哦。它又不是旅游胜地，它又是背山，它又不是 highway 入口进来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进去的。而且你一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整座山都是八公山来的，八公山你知道吗？啊，富贵山庄那些很多坟墓的。所以我讲一进来就令人感觉到不舒服，那个地方人家称什么呢？鸟不生蛋，留下来就是老人跟小孩，年轻的已经不在了，年轻的已经出外工作了。所以我竟然在这个金宝要去开荒，这个金宝这个地方，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去管这些，我只知道如果这两件事情能够解决的话，我就回应你。果真哦，如果你真的挑战神，神都会让你看见哈、哦，不要玩笑玩笑。但是如果你求神，要答应神的事情，你要自己来偿还你答应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这样啊，哦，我就在一个聚会里面，这个过后呢，我祷告过后的那一个祷告会里面，我的主任牧师很少出现的，他一出现的那一天是他带领祷告会。他那天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唱诗歌，他就讲了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句话。我们当中你有人有全职侍奉，但是有挣扎的，圣灵告诉你不用去挣扎，你要相信神的话。如果你有的话，你出来我要为你祷告。我第一个流眼泪啊，我说哪里有这样真的事情呢、啊、讲人都不信，对不对？我没有跟别人讲，我就是跟神讲而已。所以那一句话神告诉我，我真的是走出去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回应神呼召，我全职间服侍神。虽然我在社会的工作心境啊，在九后八路，在1998年3000多块钱的薪水算是蛮高的了。哦，我在 KL 我不知道了，但是在那里对我来讲是相当高。但是我一下子要放掉这个的薪水的工作，全职侍奉主哦。我家里面呢，我刚结婚一年多，孩子出世了，第一个孩子已经1岁了。对于一个刚刚组织家庭一年的有一个孩子出生的，请问你可以放下你的工作来全职侍奉神吗？多少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是神呼召你，你愿不愿意呢？大概你听到的答案就是这样啊，不行啦，我们刚刚结婚啦，啊，不行啦，我的孩子还小啦，对不对？然后呢，孩子大的时候，你哎不行啦，我的孩子刚刚上幼儿园啦，读完中学毕业了，不行，我的孩子要上大学啦，啊，不行啦，我孩子还没有结婚，啊，不行啦，我孩子结婚有孙了，我要照顾。我说你要到几时才回应神，要侍奉神呢？一辈子都不用侍奉神了。所以我们说。神要用我们的黄金时间，不是用在这个啊挖干 must 马来话就挖干 must 以为是黄金时间，那一个不是黄金时间，那一个要踏进棺材的时间了、啊。哪里适合被神使用？你要多跑一里路都不行啊！所以呢，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要常常被主的话更新，哪怕我已经七老八老 LKK 老 COCO 的时候。我还是一样要服侍神，哪怕我不能够走野路，但是我可以在那边跪下祷告吗？可以的。
所以我们的教会呢，常常推动啊，无论小无论到老都要侍奉人，因为这样子呢，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吗？不要说啊，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很这样子的通病，我一来的时候呢，带领这个教会有一种通病。我是一个带领30年的一个牧师，要带领一个40年教会的一个老教会哦，也不容易，知道吗？因为大家在当中有很多很多老油条，你知道？老油条就是他们很有经历了，信主很有很深懂圣经了。甚至是做领袖，曾经过去是领袖，甚至是牧师的都有，退休的牧师都在当中。但是呢，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哎呀，我老了，这些事工交给年轻人吧，交给年轻人去服侍，我们在这里做住祷告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都还可以走啊，都还可以动啊。但是呢，他们还可以参与侍奉呢。我们鼓励教会呢是两代人的服侍啊。年老的和年轻的一起服侍，年老的督责带领，年轻的很年幼嘛，啊，像提摩太一样，他们要侍奉，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也需要这个上一代提供的经验。所以老的很重要，年轻的很重要，儿童的也很重要。所以教会里面真的没有神的话，哪里会健康？常常都觉得自己就是不能够复兴、不能够复原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让这个飘上来的神迹呢，也意表着什么呢？也意表着纵然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再怎么艰难的事情，再也能够将如斧头飘上来神迹般一样，能够在不可能当中成为可能。我不相信在我们当中年老的不能服侍，可以服侍的。年长者告诉你隔壁，如果你肯比有年长者，你就告诉他，哎，我们还是可以服侍的。告诉他，跟他讲，老老实实跟他讲，来，牧师们看啊，看哪一个他们讲啊可以服侍，你就注意了啊，要把他们抓来来服侍啊。年轻人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啊，年轻人是谁呢？哎，我很小了，我在读书啦，不能啊。谁说的？这个教会都需要，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借着这个神迹的事情，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旦失去了斧头之后，应当如何的去实行，才能够把这个我们生命中倒退的景象，需要被医治的景象，需要更新的，需要再一次被 fire 的，被火烧的，能够重新的得力。所以今天愿神的话语能够叫我们能够从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和属灵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有一个追求和我们自己的励志。所以当我们去认识神来恢复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神他自己。不管我们事工做到怎么大，不管你的年龄来到怎么的老，怎么的年轻，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说人是神的律、okay? 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人呢里面呢有两个律啊，对不对？一个是肉体的律，一个是属灵的律。属灵的律要你们做什么？属灵的律叫我们要为主摆上侍奉主嘛。那个肉体的力呢就讲，哎呀，不用啦，教会少一个侍奉也不少人一个，你也不怎么样的，还有很多人侍奉吗？哎呀，不用祷告的啦，祷告是一个很显的事情，你不用祷告仍然有人祷告的吗？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这个肉体的力。所以在这个神的律里面呢，这个在一开始神创造宇宙万物的里面就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定律。从圣经的创世纪到约伯记的许多的经节当中，我们都可以知晓，也就是因为这个律恒常的特质，人们才能够得以计算出和发展出来这个数学、物理学、化学
动力学等等的学士。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记载当中呢，就是有讲到一个既不寻常的事情，也不可能改变的律。所以呢，我称这个律叫做阿基米德原理的律。什么叫做阿基米德原理的律呢？所以根据阿基米德的原理呢，在自然律里面来说，物体所受的水的浮力等于物体在水中排开水的重量。换句话说，物体沉入在水里面的体积大小决定了可以产生浮力的大小，也就是沉下去的体积越多，产生的浮力就越大。所以从这个阿基米德原理来讲，如果浮力不足以支撑这个物体的本身重量的话，又或者是这个物体的重量大于它所挤掉的水，它就不能够浮起来的。听了我一头雾水，这个律到底是讲什么？但是不需要去了解多多，你只要知道这个是就以自然力来讲就是这样，东西重一定沉下去水的嘛，对吗？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人重沉下去水浮上来呢？怎样浮上来？就死的时候浮上来了，或者是你有水，你不够气了，你要浮上来，那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嘛。但是以自然力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斧头会沉，是因为浮力不足以支撑本身的重量。所以令人去想到一件关于真理的事情。你知道罪孽吗？罪孽的重量啊，是没有办法去称的。但是呢，佛教呢，他不知道这个原理，所以呢，佛教徒呢不断的去寻找一个方法，希望呢透过这方法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到最终，他们仍然没有解决到罪的问题。他们解决罪的问题是透过他们假设可以去以善事积功德来解决我们生命中罪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断地做善事，不断地做善事，可是他们不知道罪的重量到底多重，要做多少善事才可以让这个罪孽能够被清除，所以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哪怕是在佛教里面所提倡的最大最大的善事是什么呢？就是救人一命。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说当你救人一命的时候，你已经做了最大的善事。所以很多人尽可能都能够做到能够把一个人给救起来，但是我们知道人不是全能的，人没有办法去救一个人，哪怕是他用尽了钱财，用尽了自己的本能，都没有办法救起那个人，只能够眼睁睁地看见这个人因带着罪而死去。但是死的时候又要经历到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火伏地狱，永死。但是直到呢，我们信了耶稣，重量呢就好比一个人的罪孽，而浮力呢就好比我们这个人心中得蒙神喜悦的善。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圣经已经说了，人的善行不足以让自己的罪给浮起来，不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给浮起来，因为人人都有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解决。没有神的救赎，人只能够沉沦，我们因为罪而沉沦，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善来讨神喜悦。所以从神的定义广义来讲，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一个的真理是关乎得救的真理，是神立下了如何让我们得救的门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当我们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得救的。
我们的灵魂就已经载在圣经已经讲到了，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火湖地狱。所以直到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只有信耶稣。耶稣能够取代了我们的罪，他将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舍命，因他的血拯救了我们。所以当人的生命在面对到一个下沉的时候，好比现在的我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面对到健康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面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家庭中的问题等等的困境，仿佛那一个的问题就如同你的斧头沉入在河里面、水里面、那个深渊里面。所以我们若凭着自己的信心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得由我们必须要由内心的去顺服神的律，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的起来。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话语里面思想，只有去了解神的律，我们必须要透过改变这个身体的律。所以以利沙他做了这个神迹，砍了这个木头丢在水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迹发生的效用。斧头呢，它是铁制的，一个依着大自然的定律掉入水中的必定是下沉，但是取代它被砍下的木头抛入水的时候，本应该沉下去的斧头，但是呢能够浮上来。所以水中的斧头是无法自己浮上来的，除非违反了这个所谓所讲的阿基米德原理的定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靠着行善改变了我们这个肉体的律，我们只有靠着耶稣那挂在木头上的那位爱子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才能够浮上来，我们才能够破除我们自己所谓已经有的那个律阿基米德原理，就必须要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如同世人一样，我们因这罪本应该是沉沦的，但是呢却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代死，被钉在木头上，十字架上的救恩才能够叫我们脱离罪而重生。所以斧头呢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有一点善行，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大的罪孽，但是呢我们的罪孽太重了，无论我们怎样的努力去为善，无论我们怎样的来去服从神的话语，哪怕是因为我们很爱主，但是呢肉体的力无法被克制，除非我们愿意降服。除了降服以外，我们就没有办法带着这个肉体来跟从神，我们只有能够服从这个属灵的律，我们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肉体来走在主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可能脱离罪，如果没有那个木头，没有那个主在木头上所成就的事，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给从罪当中给提升上来。所以木头抛下去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当这一个的先知学校的门徒丢失了斧头，他首先呼叫什么呢？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五节说到什么？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就从这个学生他这样子的呼求神，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原来向上帝自己承认丢失了斧头，失去了你知道谋生和知道那个能力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属灵复兴的开始。我们必须呢是先首先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复兴
才能够开始。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复兴？因为他们就算被祷告了，你还是发觉到他们的属灵生命好像都没有突破，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还隐藏着还没有承认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在医治布道会里面呢，为什么有的人一医治的时候就完全被医治，有的呢虽然被祷告了医治了，可是呢那一个病仍然存在呢？因为有些事情他没有承认，他的罪没有完全承认，所以呢他仍能够被神医治一般而已，他没有被完全被医治。这个是很真实的，我看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除了我们私底下去问原因之后，你大概可以问得出原因的。原来他不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因为他担心，他担心被别人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呢他生命没有被完全医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OK， 如果讲到淫乱的事情，淫乱的事情有谁敢当面跟你讲，哎弟兄我淫乱了，有人跟你这样子讲吗？你不可能姐妹你跟姐妹讲，哎我有第三者，我背叛我的老公，你不可能跟别人这样子讲嘛。但是当你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刚好那一个的聚会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啊，你们要被神医治吗？你们要脱离淫乱的生活啊，你想想看有谁要出来，你告诉我谁要出来。第一个出去的人会讲个，哎呦这个弟兄啊，哎呦看不出来，咦，原来他看来很斯文，表面上一本正经，原来有淫乱了。你想想看，你要出去接受主的医治，但是你又左看右看，人家要怎样看你，你就不敢踏出去了。所以你的那个不能够被释放的那个灵就一直存在里面。当你出去的时候呢，可能你已经胜过了出去了，逃避了人的眼光，哎呀不要管别人看我出去。然后牧师问你，你有什么东西要被祷告吗？你就讲别的哦。我的主题是淫乱嘛，但是你说我打麻将我赌博，哎好像不对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淫乱嘛，你跟我讲打麻将什么不是不对的哦。所以他只承认这个，他不承认那个比较严重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笑，因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以为我们讲，哎呀我们这些比较难开口的，我们私底下跟神祷告就好。那一个啊，比较承认大家都有犯的哈，我们就承认那个就好。谁没有讲过偏话，对不对？人家讲你也是可以讲别人的，但是你就是承认那些。所以你看，当你出去被祷告的时候，你说神能够医治到我们吗？不能，神只能够片面的医治你。OK， 你有赌博 ，OK， 释放你赌博的灵，那个淫乱的灵没有释放。所以这个的我们要先承认，我们先承认这个失去谋生失去能力的那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常常会感到很懊恼的一件事情，我们想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有这个问题。所以相信牧师们在座你们常常去帮助弟兄姐妹肢体软弱的人，你们也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怎样去帮你。所以你会看到我要去帮你，你要把你那个最原始的那个问题讲出来，我才能够帮你嘛。上帝也是这样子，上帝他知道你犯什么，他了解他清楚你的属灵状况，可是他要让你开口自己说出来，自己承认自己不愿意再藏了，不愿意再背负这样子的个罪孽，背负这样子的重担，你要被神释放，你要被神医治。如果你不承认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开始第一次属灵生命上的复原。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经历复原，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承认我们有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并且呢我们看到如果只有承认就是唯一不二的方法，要不的话你的斧头
一沉就一去不返了，就不可能再有浮上来的神迹。所以因这救赎的恩典，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已经截然不同了。 Amen。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我比以前好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感觉到骄傲，我虽然比以前好了，但是在属灵的里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长进，不断的去追求。因为在属灵的基督徒的道路上，我们都有可能会再一次陷入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需要的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应当有的新生样式，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一个对主长存愧疚的心。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向上帝承认失去斧头，承认失去能力，乃是我们生命复兴的开始。我们必须首先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问一问你们自己，你们手头上的斧头还在吗？或者是已经丢失了很久了？或者是现在你仍然是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为主结果累累？或者是你现在一直在消耗着你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却是只是做到一个每个星期来教会复行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每一个星期就是坐在熟悉的椅子上，知道有人你来教会而已，知道你来教会聚会，是这样的吗？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再次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告诉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去承认，我们去承认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所以伊丽莎就问到这个学生，他说斧头掉在哪里？当然伊丽莎是知道他掉在哪里，因为他是神人嘛。但是呢这一个的这个学生也当然知道，他知道那一个斧头就在那个非常靠近那个地方就是了。但是呢这个问题问出来其实的是一个有智慧的提问来的。为什么我讲它是有智慧的提问？因为如果不知道斧头掉在哪里，又怎能把这个斧头给找回来呢？对吧？如果你去看一个成语的故事，刻舟求斧的故事，听过吗？没有听过啊。刻舟求斧有听过吗？有听过，大概啊，没有听过的好像很多，我大概跟你们讲一讲哈。这个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呢，他要从这一岸去到对岸，他带着斧头，但是在这个船到对岸的到半途的时候，斧头不小心掉去水里面了。他就想，哎呀，斧头掉去水里面怎么拿呢？哎呀，等我到对岸回来的时候，我就找回来就可以了。他就在水的中央啊，在这个船的旁边就刻一个记号。给刻这个记号啊，我的斧头是从这边掉下去的啊。然后他的船呢就到对岸了，他就办完事之后呢，他就回来，他就到另外对岸回去的时候，那个船搁在岸边，他就跟着这个船的刻的记号就跳下去。呵，请问他找得到斧头吗？为什么找不到斧头呢？因为他斧头掉的地方不对啊。虽然是刻了记号，但是呢他掉斧头的地方是在水中央哦，而不是在岸边哦。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你不知道斧头掉哪里，你怎么可以找得回？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需要怎样的去恢复。所以先知以利沙他不打算哦，不打算直接啊，可以再重新做一个斧头了，不用这样担心，不用这样麻烦，你也不用去找钱赔给人家，因为斧头是借来的嘛。所以呢，他要他做什么呢？他要说你呀，回到那个原点，去找回你的斧头掉哪里，就在那个原点当中来去找回。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只是承认我们生命里的一些的失败，
可能我们不止失败一次两次，可能我们失败了好多件事情，所以我们也要负起责任。我们不可以去逃避，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向上帝祷告承认罪就可以了。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与人之间的互相代祷，特别是人际关系上，我跟你的关系破裂，我不能够说主啊，我原谅他了，可是你没有去找那个弟兄，没有去找那个姐妹跟他一起握手，弟兄姐妹，我真的对不起，我心里面是这样的想你的，不知道你怎样啊，可是那个人没有对你怎样，可是你心里面你觉得他对你怎样，所以你要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要求神赦免，医治才能够发生。你没有做这一点，你只是求神医治我吧，医治那个人吧，没有用的。你要去跟那个人在一起，互相代祷。所以你承认了你自己生命中的失败，但是呢，你不可以逃避，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一些人呢，一旦生命中出现的状况之外呢，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换个环境，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换个教会，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换个工作，我们就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了。你不要以为我这个老婆有问题，我换个老婆就可以了。我不以为我老公有问题，我就换个老公了，大不了。而你人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换多少位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你有问题的，我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失败，在哪里跌倒了，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爬起来，这个才是对症下药的最有效的方法。第四呢，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以利沙做了要门徒做是什么。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六节说到，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个人就伸手去拿起来了。给我们说到这一点呢，就是你必须要做出相关的行动，你必须要去拿起你的斧头来。这个神迹呢，显示了神也很关心我们这个小小的百姓，神也很关心神的儿女们。不过这个门徒如果想要拿回这个斧头，他也有自己当要做的事情，那个就是自己要伸手拿回这个斧子。这个拿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是不再犹豫，做出相关的行动来。所以以利亚呢，以利沙呢，不仅仅是指到这个斧头飘起来，他还可以使到他回到原来这个砍木头的位置。当人能够自己做的事情，我想呢，上帝一般上呢都不会显这个神迹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神迹都有神特别的目的。如果这个小小的神迹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行神迹，那么你本身自己也要有一些行动。你没有伸出手，上帝不可能拉你一把。你必须伸出手承认我需要，我需要医治，我需要复原，我需要更新，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你必须要承认，你伸出手代表你伸出手，你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么神才会做接下来医治释放的工作。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神做了神他的功，人也应该尽他自己的责任。以利沙要门徒自己捡起斧头，本意呢是要人自己要以行动来回应神，同时也希望门徒们亲自的去体验了解这个眼前的神迹，并不是一个幻觉。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时候你相信神迹发生？当你相信神迹发生的时候，你仍然以为这个是幻觉，其实这个不是幻觉，那个是因为你实实在在的，你承认自己的需要，你承认向上帝坦诚
我有这个罪，我需要被医治，我需要被复原，我需要关系的更新，我需要神你复兴我，我需要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的能够重圆，哪怕他已经成为事实，哪怕他已经没有带任何的希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向主回应这件事情，我就要今天结束这个今天的信息。那我希望上帝呢呼召我们来到认罪祷告，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机会也能够来服侍大家，来为大家来祷告。愿神今天在我们当中来医治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乃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乃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拯救。我需要正视我自己的问题，我需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一个我。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拿起那一个曾经丢失的斧头。我们既蒙了上帝的怜悯，我们再一次的要看见这个机会和这个能力能够再一次的浮现出来，让上帝施行他的神迹，好叫我们在座的人，无论你现在你的斧头是否丢掉了，如果丢掉了，我想上帝今天是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他要完成他的功。他今天来到这里，他就来医治这个关系，他要来给我们带来全人的医治，他要让我们经历到更大的福气。好不好，我们站起来，让敬拜团来为我们来弹奏这个回应的诗歌。